其实我那天看见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其实，一直以来我都想跟你说的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去世了。如果当时我能早点发现的话， 可能就能治治他，可是我没有。后来，我就再也没办法看见他的脸，因为如果我看见他的脸，就会听到他跟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来救我？” 这么多年，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？虽然我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能完全体会你的感受，我也不能大言不惭的就说这一切都过去了，但是我至少 接住你的伤心。你要是早点出现就好了。摇曳人海中。